来到云顶，值得一游的就是这个清水岩庙。这个地方已经靠近山顶了，这个一个大牌楼，非常漂亮的，蓬莱仙境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有停车场在上面一端，还有前方的停车场。其实以前在云顶停车是免费的，现在呢依旧有免费的停车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前面有小象、小象、大象，只有22度，上面可以看到缆车。那么前方就是很漂亮的一座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层楼，九层楼的大塔啊。这里还有这个骆驼的石像，还有猴子，还有马。如果坐缆车可以看到在上面，很宁静的这样跑上去。这里不是单单一个庙，一个风景区，山壁有鹿的石像，还有这个也可以爬上去一下。这个石阶虽然有点湿湿，但是因为是出面的，所以不会滑，就爬上来看一下。哎，到这边既然不能给前进了，所以还是一样要下去了。所以到下面再看一下，有行人道，现在很多灯笼，看来是因为新年的关系吧。旁边也是有一直坐的，可以休息的，非常好的风景。近看就可以知道这个塔是多么高，比安顺的塔应该高出3倍以上。就要爬上去了，它当然是一个庙，这边有3个佛像，先拜一下，那么我再从这个楼梯这样爬上去。楼梯也是旋转式的，旋转式的，这个还很好爬，很宽阔，我它一直转的，一直转。这个地楼 OK， 不要紧，不用停，直接转上去，看多久可以爬到上面。我是用两季两季这样爬，也是蛮辛苦的哈、不是在挑战。来，这边出来看一下，哇、已经相当高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已经第几楼了。喂，看一下，四处再看一下风景。哦，感觉到4、5层楼了，这样高的风景。哇，上面非常漂亮，这个景色怎么会这样漂亮？我们都没有过来，难得今天过来拍一下，看一下是非常好的。我转一圈，再继续的进去爬，爬上去。对了，还可以继续爬上去的。来，这楼梯很好爬，两级两级，又再上多一层楼。再爬上去不用停，来了。哦，这个还不是最高的，外面呢依旧是朦胧的雾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马路已经在很下面了啊。这边可以欣赏到那边
个小广场，等一下会过去那边。那现在你看到山边的景色，善寿复利，复利寿，老板读了。今天还相当多人在这里，好，继续再上。再爬上去。OK， 快速的爬。再上一层楼了，不用停，再上多一层楼。来来来，所以这里没有电梯，只有这个旋转式的楼梯。哇，还不是最高，还有继续再爬。OK， 来了。哇，再来看一下。哦，电梯非常高了，但是还不是顶楼，应该多一层就是顶楼了。再上去一下，要到顶楼了。来了，啊，这里就是顶楼了，因为没有楼梯在上了。哦，啊，可以看到非常的高。刚才那个小广场这边看过去，很明显，而且很漂亮。那么山壁那边还有一个观音台，不是观音像。啊，全部景色都太过漂亮了。那缆车是在山上。另外一边呢是森林啊，雾化的云啊，蒙蒙，只可以看到那缆车快速的跑上跑下。现在我来到这个小广场，前方就有李木通的像，还有关于这个庙的一些故事。我们走一圈，地方不是很大，但是很舒适。走在这边，因为天气凉，还多云，还好没有下雨，一样温度大概是22度左右。我就快速的。走到那个小广场的另外一边，在这边可以看到什么？下面就是森林，其实庙就是建在森林之中。那森林有很发达的马路系统，可以来到这里。这个庙的范围蛮大的，这个墙壁呢，这边还可以爬上去。前方是有一个佛像，然后跟这个墙壁的这个楼梯，这样慢慢爬上去。所以这个旅程叫 Journey to Enlightenment， 见世缘。所以这个旅程就从这边开始。开始是不是要快一点上去？可以的。快速的、快速的爬上去。这边是我们讲那个叫十八层地狱，从地狱到天堂了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刚才。太阳有出来一阵子，还相当的热，我现在还好了，现在又凉回了。对，换代表竖琴。所以这个走道呢，它只是这样子慢慢的爬上去，不是很陡的，
所以还蛮好爬的，很轻松的，甚至可以跑上去的，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来了，其实这是第一次我真正这样花些时间来看，来爬上来。我们在过他们好，看来还蛮特别的。景色是相当漂亮的，打造的非常好，跟那个新加坡的虎豹别墅有点相似。不过这边是免费的，很难得。其实要维持维修，或者我们讲顾这个地方呢，要花很多钱的人力跟金钱，但是既然还是免费的，小心那边绳子在地上。这边应该是最高点了，另外一边就是下去了。哇，这边看上去风景太漂亮了。若洋人说这个是百万景色 ，million dollar view， 这些仙女不是壁画，是立体像的，五颜六色的，相当的漂亮。四象。五颜六色的哦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山下的景色了。过一个山洞，想必这个也是人造的。下面那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有个塔，那个是阿瓦纳。哦，下面那边是那个根丁布曼。所以这个地方蛮高了，啊，前方还有一个小瀑布，啊，我们到花果山了，要去看孙悟空了。唐三藏也在这边呢，骑着白马，猪八戒还在劳动处。咦，已如神。